是不是那个明星啊？嘘，别那么大声。你信任是梁朝伟是吧？不，老虎是哪个？真的、啊，谢谢你啊！哎，不客气不客气，我一眼就看出你是张曼玉了。老板，你认错人了，我是林。你是不是那个明星啊？嘘，别那么大声。你信任是梁朝伟是吧？不，老虎是哪个？真的、啊，谢谢你啊！哎，不客气不客气，我一眼就看出你是张曼玉了。吃什么？哎，你这里的特色小笼都给我来一份。哦，有数量。我是米粉熟嘞，老板，我第一次来的哦。哦，广东的朋友，我先听不先讲啊。哎，侬广东话我讲得交关好啊。哎，我道江湖。哎，你是不是那个明星啊？嘘，别那么大声。你信任是梁朝伟是吧？不，老虎是哪个？真的、啊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，我一眼就看出你是张曼玉了。老板，你认错人了。啊，哦，对对对，你那个东方不败啊，是这个领的。我先去给你上菜，你一会儿帮我签个名，下次再来啊，青小姐。啊，我写什么？